觉得最大的一个意外，就是我们之前基本上的一个考量，跟大家分析的各种各样的局势模式当中，不太一样的一个巨大的意外是在哪里？深圳班的今天冲上，半队我们知道他会快，但是没想到深圳班的半队应该在那要快的吧？知道吧？很快的话，这个结束局，对啊，这个是这边是可以他们该发挥的地方。是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明天还怕什么？知道晚上都是那个开牌现场通大吧？对，知道对他们的时候，对外队啊那些，就是花很多功夫啊去研究的这些通力套件的那些人呐、啊，